好残忍哦！这游戏怎么这样？我们接下来玩这一款游戏叫做《Inside》，对，然后它跟 Limbo 好像是同一个公司做的，然后对，就是硬塞，就是硬塞啊，然后它好像有点偏解谜惊悚的游戏，我没玩过，我只看别人玩过一点点，就这么一点点，我看别人在解谜，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，所以我就把它买过来，然后要来玩这款游戏。OK，啊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哦。我只会上下左右而已，就是游戏有点黑，我预感我等下会被吓到。有人上车了，为什么他要开车走了？哦，放我一个，有人哎，我们不能被他发现吧？这应该是躲哦，我在考验我自己啊。如何在这个游戏中生存下去？好啊，我刚直接被折断脖子，哎，太凶狠了吧！这些东西，OK，Control，哇，这么高不会摔死？这边要跑酷是不是？OK，哎，我卡关了。我刚想说为什么不能抓？哇！定到卡了啦！等等，等下，等等等等等，哇！会被狗追，太凶了吧！哇塞，是怎样？你进来就是逃犯呢？各种被扭脖子哎，哼，想抓我没那么容易啊，可以过吗？哦，被看到，被看到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跑！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不是啊，我还被绊倒，我要被扭脖子了。我们要跟时间赛跑，这个我们需要一点专注力。不要霸气，不要霸气！我觉得这次差不多了啦，这个效果做足了，我们差不多该过关了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跑跑跑跑跑，快快快！哦哦哦！不不不不不！好多狗啊！我被射死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他们上车了，哼，想抓我？这个玩这个游戏很消耗右键，你们知道吗？一直按右，这有线，可以爬。OK，还蛮敏捷的，这小小屁孩。后跳。会把这门打开吗？小鸡，它跟着我在这里啦！我刚想到什么？没有东西可以拉。
所以这个要啊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我要拿小鸡。我看到那个洞了。冲啊，小鸡们，对不起你们了。哇！他们还活着，小鸡不死了一只。哇，这边跳下去会死啊！哦，回来，一群猪。这小孩的动作，哦，差点夹爆自己。不要，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。等等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猪，不是我杀你们的，你不要激动。贵猪在这里，那是人吗？应该是要走这边吧。哎呦，这东西好恐怖哦！这什么鬼东西？哦呦，早上了，结束了吗？这游戏结束了吗？想到就觉得不太……哎呀！我知道了，他们是在用那个人，然后做那个无意识的那种肉块，然后太恶了吧！小鸡，那是鸟，不是鸡。拜托，聪明绝顶哎！然后把这个丢下去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往下面走了哈。看我一个推，呼！哇！放我下！这恶心的东西，我真的会起鸡皮疙瘩哎！那个超恶的哎，有点像是那种。潜入人家研究机构的那种小屁孩，我操！跳过去吗？我感觉跳不到哎。对，那老鼠吗？好黑哦。哦，好吧，这应该是要开了啦。可是现在不知道开了要干嘛。我去！被定卡了。